哇，他居然看我了！小潘，你回来了，你见到哪些艺人啊？蔡徐坤、董洁、黄觉，还有很多大网红。天哪，快让我看看！就看一眼。你怎么搞了合影的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参加这种活动啊，拍照都是有技巧的啊！快跟我说说。进门啊，迅速找到直通舞台的通道。叮叮叮，守在那里。然后呢，艺人采访区，同款 pose 照片来一张。这高大上的感觉就马上来了嘛。说你为了这次主持为主持稿熬了多少个通宵？别提了，这次为了好好表现啊，我每天只睡3-4个小时。那你怎么没有黑眼圈啊？是因为用对了眼霜，我一直用的是兰蔻的发光眼霜，这几年用了很多款眼霜，能淡黑的还是得兰蔻发光眼霜。不这块我还是服你的，不过你还是没说怎么搞这个 CV 照片啊。这个艺人走了之后呢，媒体都跟着去了，但采访区没有那么快拆掉，你就赶紧上去咔嚓一声。